就好。好，可是我就想写啊。你去写。而且同行人数十个人啊，是厨火，紧急紧急，逃生。你跟我的。来挂口罩。我们去那边面见啊。大家抢啊！对呀、啊。现在才抢，是不是会很多人？我来到了完全没有人的信义区，这么多车，哪里很多车？这都停车位。现在是假日哎。你想要牛、猪、鸡、羊排？那里有 Buy One Get One Free， 然后那里有菲力牛小排，这里有纽约。为什么我们要买那么多芭乐？所以我刚才就说，妈妈说芭乐维生素 C 最多啊，吃泡面配芭乐，做芭乐料理，什么酥炸芭乐、烘烤芭乐、香煎芭乐。哇，你买水？你看，我就说要买水吧。这个 Oreo 的可以吗？我当然可以啊。啊，不是都是拿小番茄然后把它捶烂吗？没有啊，那个是低级小番茄，不是高级小番茄。你把你的冰箱的……啊，为什么不拿高级的食材来煮菜？这是什么逻辑？6:08